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双剑论股。今天呢，手套股就发威，哈大呢就上涨了3.多%。那这样呢，就有人问，可以追吗？现在呢，我把这个图表呢，把它正靠近一点，你可以看到它这边有蓝色线跟灰色线在底下，这个是筹码主力线，筹码主力线的灰线跟蓝线。而更高这边有一条线，紫色线，现在可以不可以追呢？就要看这条紫色线了。啊，它你可以看到之前呢，它一直是过不到这个紫色线的，现在它已经是面临这个紫色线，多少钱呢？2.08。意思说，如果它明天或者是后天有机会突破这个紫色线，就是出现一个青色蜡烛。涨上去 2.08， 也就是说 2.09 以上啊，你就可以考虑要不要进场啊，可以考虑。这个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这个是一个短期的资金的一个买入点，相差2分钱，我觉得要突破，如果有这个什么有这个地嘛，有这个主题啊，要突破应该不难了 但是无论如何呢，我们要确认，我就看明天早上的时候它有突破没有，然后再看一下4:50的时候，看一下它可不可以维持在这个2.08以上。这个就是我对哈大的一些个人看法，并没有任何的买卖意见。谢谢大家。